是那个新娘的同学吗？我帮你们录影一下，你们要恭喜他们的。想一下，想一下哦。你在录影吗？对啊。哦。哎，恭喜一下他们两个。恭喜，结婚快乐，有姻缘和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跟你的同事恭喜一下。等一下，恭喜你，你的同事今天的那个晚餐很好吃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哦，谢谢玛丽莎，谢谢玛丽莎，欢迎欢迎，哎，玛丽莎要幸福哦，哎，加油加油，来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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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谢谢。继续走。哎，这个是沛昌的大学同学吗？哎，恭喜他们一下吧。讲一下话。哎，刚刚那两个也是你们，主唱也都是你们同学。那说唱歌那两位也是。那沛昌的高中同学，然后同大学这样。同大学啊，他们高中同学，他们同科系嘛。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我在拍，我在摄影耶。哎，我们给他讲一下恭喜的话。所以你要讲。对啊，你得讲一下。你看，结婚快乐，跟爸爸一起说，结婚快乐。不要。来啦，一二三。快点笑一下，笑一下就好。不然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他请你吃饭了。对啊，人家请你吃。好，结婚快乐，结婚快乐啊！好，谢谢。哎，猴哥烈，沛昌，虽然结婚了，不过游戏还是要继续。好 ，OK OK。期待三春。光双牙在，不要有红线。我又来了。你又来了。哎，老师吃饱了吗？新娘很大哦，新娘很大，对吧？我都没有照到墙，不要照脚啊！对，在那边照不到。现在去照，现在去照，快点！这边没路。不是，哎，那个变瘦有抢的，这比较瘦，对不对？这比较瘦，你好厉害吧？好胖哦，那个更胖，这个比较瘦。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他们需要拍新娘的脚，我都没拍到。好，给我拍，那我走一下。他们还没敬酒，再帮忙敬。等一下再敬。对啊，我们需要敬酒。等一下就上。我们要第三个才敬酒。你要不要拍？拍。好，拍了。拍照。好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黄淑仪。去哪里拍？电我跟你拍。耶。过来。找我。哎，我昨天八点多久啊？我很怕拍照给你看，不会的。谢谢。我一直在录呢。好啊，我随便录哦。OK 啊。我都乱录。你有进场的时候有录到吗？有啊有啊。你要运球球吗？有啊。大声哥，你要唱歌啊！哎，大声哥讲一下啊。恭喜沛昌，新婚快乐。他这个有要恭喜吗？我要早生那个兔宝宝，早生宝宝。早生宝宝。
明年是什么法？明年？明年是牛。牛宝宝。好，牛宝宝。好快哦。其实已经有，现在要上。一点要上。哎，没看到你。你负责拍照。对啊。拍大过了。哦，今天最好的就是那个餐点，没有。加油。你有开车吗？这里有停车券。小孩走丢了。哎。小孩走丢了。啊。三哥不要滚。对哦。抱歉抱歉。我刚。好了啦，祝福你们同事一下，三秒钟，祝福他们两个，让那个掌声，佩桑跟本妮莎两个在公司一起开发 ，Lead 非常的成功，希望很快的也能够一起开发自己的新产品，掌声跪主他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他说已经闪红灯了，还不讲话，他闪红灯了。来、啊，等一下啊！你干嘛变了？那个快速都会做。希望祝你啊，百年好合。哎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总算祝你吧。干嘛来？干嘛来？本来是打菜。你确定？他去打没有？那我看到对方要电话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学姐，你讲个话，一直笑。我是谁？刚刚讲说那个结婚以后也要维持身材。他结婚前就没有维持好。我想来换一下，你干嘛？